不是我，你怀着孕，你别着急。我不叫250，是这么回事儿。我们单位呢，每个月给我开支开2250，怎么这么巧？这个月吧，我们李总结婚，我随了1000的份子；嘿，刘总离婚，我又随了1000的份子，就剩下250。男同胞，我奉劝你们千万别结婚。如果要结婚，千万别让媳妇儿怀孕。一怀孕，哎呀，她真不让你活呀！跟谁唠嗑呢？我没唠，我想我妈。回来，我出去溜达溜达。外边风大，你给我回来。风大，风大，我开车出去溜达溜达。开车费油。那得花多少钱呀？钱，我推着走。这谁车呀？这谁车停这儿啊？咋回事这是？我车倒不出来了，这谁车？怎么乱停呢？这谁车？哎呀！哎妈呀！吓我一跳，孩子差点没生出来。啊？这样都能生孩子，那咱不用去医院了，这不是省钱了吗？你说什么呢？哎，谁刚才在那喊呢？你甭出啥事了？啥事没有，我就想出去溜达溜达，开车。大姐，他没把你咋地吧？没事儿。我啥也没干。想出去开车啊？喝酒了吧？啥玩意儿？我开酒不喝车，喝车不开酒。啊？你说反了。听你说这话，就知道你没少喝呀。我不会喝酒。哎，行了，为了你的生命安全，来吹一下。吹啥呀？酒精测试仪。我没喝酒。为了你好呢，吹。真没喝呀？我真不会喝酒，我没喝。对不起啊，误会了。哎，你等会儿，你咋这么面熟呢？我是咱小区保安呢，小范儿。保安小范儿啊？你咋穿的这身跟警察似的呢？今天新换的制服吗？姐，你看这身衣服帅不？帅个屁！什么玩意儿啊？穿的跟警察似的，冒充警察吓唬人，孩子差点让你吓出来。啊？不是，我媳妇孩子差点让你吓出来。换身衣服咋还把你吓成这样呢？那行了，对不起，我走了。你等会儿，这车咋停的？挡着我的道，我出不来，知道不？哎呀，这车咋乱停啊？这谁的车呀？大哥，没事，你看这不有缝吗？你那车你往前走一点，再往后，你这么一拐，不就出来了吗？能拐我也不拐。那怎么回事？管不管啊？你吃干饭的？保安管不管这事儿？那要按规定，我们是可以管的。怎么管？分三步处理。嗯，第一步贴条警告，第二步再贴条警告，第三步还贴条警告，我们就有权利找人把这个车拖走。哎，我们坚决支持这规定。哎，我们坚决拥护这规定啊！你拥护啥呀？拥护啥呀？别说话，少说话。我车停这儿，你能把我咋的？不是大哥，你开玩笑呢吧？怎么了？不是这个是你车吗？我是说这个是我的。那对不起，请你把车挪走。不挪。我贴条了，警告一次。长得跟小偷似的，你侮辱我。警告两次。你把那一本都贴上。我还不贴了呢，我现在就找人把这个车拖走，你信不信？你要不拖走，你都不是人。我还不信了，你等着。好，我等你。哎呀，干啥呀，老公？啊，这不是咱们家车。我知道不是咱家的，他一拖走，咱们就出来了吗？老公，你太能了。我主要是为了出这口气。你说这个破车哪有这么……不过开个这车就差不多行了。哎呀！这谁车？哎呀，这警报都响了！警报都响了，我还想报警呢。报什么？告
我什么高？干什么停我车？哎，这是你家车是吧？是啊。哎，你怎么瞎停车呀？我怎么瞎停的？你怎么瞎停？你这违章停车，你知道吧？不能停这儿，这人不讲道理啊！我五分钟也不行。你给我闭嘴！别，对我老公让你闭嘴。我让你闭嘴。你让我闭嘴？哎，老公，这是他的车，他瞎停。人家他的车停得非常好。你好，王总。王总。哦，是小郭是吗？我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爱人，这是我们单位王总。哎呀，哎呀，王总，王总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、你好，你好，这是你爱人。哦哟，你爱人太靓丽了。对，你住这个车影响你了？没影响，没影响，挺好的。妨碍你了？不妨碍，谁说妨碍？我跟他急。哦、王总，你住这儿啊？我不住这儿。明白了。约会，约什么会啊？又找了个女朋友。哎呦，我都离过两次婚了，女人啊把我的心都伤透了，女人太麻烦。王总，你说的太对了，女人太麻烦。对，你可以找我呀。干什么？不是，我给你看车。你真是的啊，王总，您到这儿来是？哦，对。我妹妹住在这里，就住这个楼的302。三零二？哎，谁住302？哎，就长得跟地瓜那个。哦。说什么？他说你妹妹长得像地瓜。哎哎，够。他说你妹妹漂亮，漂亮，因为她爱吃地瓜，所以说她漂亮。哦哟，你也晓得我妹妹爱吃地瓜哦。真爱吃。哎，我也爱吃地瓜，我们都是瓜友。哎，瓜友。哦，瓜友好，瓜友好。哎呀，走。闪开啊！都闪开！到，搞什么搞？搞什么？搞什么？拖车！哎，到，停，停！你拖哪个车？就拖这个车。这个车？对，看什么呀？这个车违规停车，要是连这点小事都管不了，那我们这保安还不成了吃干饭的了？来，你就这么整，稀饭都吃不上。你听着，你听着这口气，多气人他！人家车停这儿停得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你骑他的破车从那边拐一下不就出来了吗？能拐也不拐。不是，今天我必须依法行事，这个车必须得拖走。不，拖什么拖？拖什么拖？司机在这里。就是，人家我自己开着好啊。大哥，你就不要替他说情了，好吧？今天这个车啊，谁也不许动。拖车，我这个来来来，道理。哎呀，你不能这样子，你不能把车开走，干啥非得让人？大姐，人拖车都来了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来，到。等会儿，停停。哎，大哥，你过来。大哥，大哥，这是我领导。完了以后呢，我们你这求你帮忙，让他走吧。不行，你是我亲爹，行吗？不行，爷爷不行，孙子，我给你拜年了。来，来，来到。你说我拖不走，他这么到。你甭管。到，到，慢点到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！哎呀，我要生了！哎呀，不行了，要生了！哎呀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别停过来！要生了！哎呀，我们这怎么办？都别说话！我去找大夫。大姐，停住，停住啊！你快点回来啊！哦，赶紧上车，顺便来上车上去。松手。不用这招是不行了。看完了过瘾不？看完了还想看？关注我们的微信号 TV19986， 每天最好的信息都在这里。东北小品大联欢，关注微信号 TV19986。